你有看我哥吗？会不会临时有事出去了？临时有事出去也不会不接凤姐电话。你的意思是下周安排？你想到什么了吗？没有。 所以你是 Piano， 看不出来你身手非凡啊。或许日子总是难以心存，颤抖着心门，我为你奋不顾身，向幸福启程。 亚诺，你到底是有什么过人之处？你好，我叫杨娜娜。 就像电影里说的，所有的相遇是在现在，是在未来。今生遇不见，也会再来世。我是皮亚诺，我很高兴遇见你。 收工。